不见不散。详细嘅内容咧，最主要咧都系唔揾嘉宾住嘅，咁啊，大部分都系我哋好多歌啦，因为。咁由細玩到大啦，我同阿 Jim 嗰啲三歲已經開始玩嘢仔啦，阿基就都係兩歲開始啦。你三歲時候，我三十歲噶啦已經。咁所以啲歌太多啊，咁多到可能成個 show 玩完都未玩曬啲歌。係啦，咁所以暫時應該冇嘉賓咯，都係盡量玩曬我哋嘢仔歌先咯。你做乜重複佢講嘢？就係咁。詳細的復出內容呢，我們會在8月4號就會在蜜花臣場館有我們的年輕的我們演唱會的，咁啊，到其時呢，除了會唱翻我們16年很多很多的歌之外呢，還會跟大家呢深入淺出分析一下呢 Avengers 第四集的劇情的，因為到其時呢應該 100% 的香港人都看過了，咁大家會分析一下呢究竟最尾個手套啊那個下落是怎樣呢？咁佢係有冇難度呢？咁嗰啲英雄是怎樣，點解你知嘅？點解你知嘅？咁你點解知啊？點解知啊？我好想知喎，發聲點解知啊？點解知啊？點解知？今次咧，其實我哋會做兩首新歌嘅。咁而家暫時做咗嗰首咧，就係主題曲啦，《年輕的我們》啦。咁呢首歌就基奇寫嘅。咁其實以往我哋作風都一樣啦，喂，做隻歌咯，咁咪做咯，咩歌啊？熱血啦，野仔啲啦，咁我就好快咁做咗個 demo 出嚟，跟住大家就跟住我 demo 去填詞啊，咁做咗隻歌出嚟。威咩？係啊，但係今次隻歌好勁喎。